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06页，206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看起，又要解云，偶业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这里面说，故业身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很重要，印光大师看到这一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古以来注释阿弥陀经都没有说苦，确确实实，你看，同样只是一部经上的，几千年来就没有人发现，偶业大师看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这里告诉我，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就在阿弥陀经里面。世尊告诉我们，他在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也就是念佛成佛，说经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我众生。经是今天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那个时候是经，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展开这部经典来读还是经典，这个意思很深的。世尊以这个果觉，阿弥陀佛是果觉，
传授给我们无主卧室的一切众生啊，但是一切众生里面呢得有缘啊，这个关系很重要。有缘就是你能相信，你不怀疑啊，还要有愿，愿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能信，能愿，啊，能发愿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因缘具足。啊，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成佛。自从世尊传授这个法门啊，当年在印度我们相信，为什么？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不是一次。换一句话的是，听这部经的人很多，传到中国来，因为译本的问题啊，总共在中国有12次翻译，译本里面的经文出入很大，让学习的人呢无所适从。古时候经本很不容易得到啊，宋以前印刷术没有发明，都是手写的文字啊，流通量肯定不大。啊，这些原译本多看，那是不可能的。王龙书居士，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啊，功名地位、财富，佛法里面称为长者。啊，当时流传的还有5种原译本，他只看到4种。唐朝翻译的他就没有看到。由此可知，一般人要想把原译本都找来去读一遍，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因为本子太多了，于是都以《阿弥陀经》为主要的所以。啊，可是这个经传到日本，在日本，在韩国，学习的人比我们中国人多啊，那么他们在许多译本里面呢，也都是用一种康生开的本子啊。学这部经的人，注解这部经的人，讲这部经的人，这历史上传下来，他们这些著述至少有30多个人呢。中国呢，才2个。
那无量寿经在日本净土宗是最主要的一部大经，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注解有汇集的必要。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流传很久，一直流传到明朝末年。那因为有莲池大师对他的批评，说他这个译本不能称为尽善尽美。啊，虽然是这么说法，可是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是阿弥陀经疏钞，这是弥陀经权威的著作，里面所用所引呢，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几乎三分之二都是用王龙书居士的本子。啊，这也就肯定了龙书的汇集是有价值的。啊，虽然没有能尽善尽美，啊，不能否定它的价值。啊，于是清朝末年有魏默生的汇集本，啊，这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啊，所以这个本子也没有能流通，一直到民国初年抗战时期，夏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时间重新做一个汇集本，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啊，挑不出他的毛病。那也就是前面几种汇集的毛病在这个本子里没有，所以这个本子明初这些大德成为善本。啊，那么这个本子出来之后，特别是最近的十几年，争议很多。啊，弘林法师有一个小册子《幻住问答》，专门为这个问题提出详细的解释，说出许许多多历史的证据，啊，证明批评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的有很多是误会。啊，那我们相信看过弘林法师这个小册子对夏莲居老居士的误会可以完全化解。啊，那么这个小册子也复印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啊，
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欧益大师的要解，也是弥陀经最重要的注解。弥陀经是三大部注解之一。下面文说，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者。这是净宗法门之微妙啊，他是阿弥陀佛所行的境界，谁能理解呢？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能完全明了啊，等觉以下都没有办法究竟明了。啊，那么由上可见，念佛法门确确实实是无上甚妙之法。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赞叹的，念佛法门是无上甚妙禅。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正当啊！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难信能信。那就不是普通人，叫上上根人。啊，古德也常说，修这个法门，完全在直下成道。啊，你能直下成道，你决定能成就。那谁能直下成道呢？上上根与下下根。啊，上上根跟下下根在净土法门里画上等号。为什么？上上根人彻底明了，他可以直下成道，一丝毫不怀疑。那下下根人呢？他根性钝，他什么也不知道。你给他说这个法门，他没有怀疑，他就直下成道。结果来之后，他一生就念到底，他的成就跟上上根没有两样。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啊，海贤老和尚的老母亲海庆跟他自己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一生呢就念这一句佛号，看这三个人成就。
往生的时候多潇洒多自在，说走就走了，欲知是知。母亲走86岁，在走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给大家吃，吃完之后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来，双腿一摆，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诸位看这个老和尚光碟，这里头有报告啊，你就清楚了。8年之后，老和尚想给他母亲改葬，把坟墓打开，棺材盖打开，人没有了，棺材里面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所以大家怀疑是不是菩萨化身呢？这个事情不是假的。他们家庭贫苦清寒，老母亲年老的时候，兄弟也都不在了，老和尚把他接到寺庙里面来供养，所以决定没有盗墓这种事情发生。他什么都没有吗？这尸首怎么会不见了？在佛门历史上，葬了以后人没有了，我们只听说一个记录，大魔祖师。大魔祖师走的时候是下葬，葬下去之后过了几个月，从西域有一个人从西域回来，在新疆那边回来，告诉大家了，他在那边看到大魔祖师，说大魔祖师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是大赤脚。那么算算时间，正好是大魔祖师入土的那几天。不可能呢，佛墓在这边呢。把佛墓挖开进来看，棺材一打开，里头有一只草鞋，那跟他讲的没错，他一个只脚穿草鞋，还有一只脚大赤脚。大魔祖师游戏神通留下这么一桩事情。我听说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发生过，应该不是假的。那么下下跟着他老师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成就，我们常常讲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苦。啊，什么是善根？老实、听话、真干，这是善根呐。啊，他具备这个条件呢，而且又能够真心、真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人有福啊。不认识字，来或是这三位大德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啊，没有学过经教，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什么也没教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那92年念到什么成就呢？我看这个光碟大概看了有20-30遍了。啊，我的这个眼目当中，它是离一心不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也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境界，他达到了。啊，几时达到的？我的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啊，为什么？居足这样的佛慧也不容易，非常难得。啊，老实，没有怀疑，听话。师父教他这句佛号，他就念到底。这个心专业了。啊，真念呐。这样的念佛人有3年的功夫，必定证得功夫成品。啊，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妄想杂念都没有了。啊，在这个境界呢，往生就自在，想去就去。啊，想留就留。生死自在了，功夫成片了。啊，没有得一心不乱。如果继续不断再3年，一定能念到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是什么？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得到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这叫四义心不乱。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那再过个30年，他能提升到理义心不乱。四义心是得三昧。离业心是开悟了，啊，
就是禅宗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这个境界，那他要往生，直接就生十宝庄严土。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具足这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啊，那么同时接受师父的教诲，他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真愿意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事情看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难得。啊，一般人念佛，一个小时都念不下去啊。为什么呢？杂念很多，妄想很多，特别是现在人。啊，我看到现代人确确实实古人所说的心浮气躁，浮躁到基础啊。啊，一个小时佛号都连续不上，他就会断好多次。那何况一天，那何况七天、十天，真不容易啊。那么海贤老和尚对他来讲呢，很容易，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在农村小庙里面出家，这个小庙没有香客，没有游人，换一句话说，没有供养，没有收入，全靠自己劳作。啊，自己劳作就是种地，标准的农夫。啊，自给自足。啊，庙里头有几亩地，庙里只有几个人，只有四个人，啊，所以容易维持。啊，但是他年轻，有慈悲心，有体力，又喜欢劳动。啊，在他一生当中，开辟的荒地、山上没主的地，啊，总共开辟了100多亩，大面积的种植。啊，他的种植跟别人种植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他的道心，他的功德价值。不相同，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澳洲也种粮食，啊，也种了不少果木树，啊，我们的东西比别人好。为什么？我们农田里面播放佛号，
啊，让这一些植物、小动物跟他们通通结法缘。啊，小动物，我们也画一个区供养它。啊，它跟我们很守信用。啊，所以我们农作物长得特别好。我相信海贤老和尚他的农作物肯定比我们还好。我们念佛功夫不如他了，他那个功夫到家了啊，尤其是证得一心之后啊，早就往生了。为什么还在世间留这么长的时间？那不是他要求的，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叫他住在世间表法。啊，表什么法？大家看出来没有？啊，我看出来了，就是表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老居士没有改动一个字啊，因为前面两种会集有改动，受人批评啊，这一点提醒了他。你看，他三年会集成功，十年才完成啊，下七年就是不断的在看有没有。有问题啊，不比别人挑问题，他自己挑啊，用七年的时间挑毛病，挑不出来了，这才做定本啊。他不是个普通人的，他挑不出毛病出来，别人怎么能挑得出来啊？又何况当年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高僧大德啊，同宗同教，给他做证明。没关系，老居士，这也是宗教显密都通的大通家给他看过的，他给他一篇写序文，写得很长。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没关系的学生，啊，所以他得到这部经，看到老师这篇序文，无量的欢喜，啊，在台湾流通开了啊！随着幕后这一曲，唯有上根，才能够直下正当。来佛寺的三位，不是普通人呐！啊，海清老和尚留下全身舍利，
啊，走了6年9个月，啊，开缸的时候面目如生，一点损害没有，连衣服都完整。啊，所以全身贴金在寺庙里头供养。啊，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法，112岁，不需要人照顾，啊，生活完全自理，精神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工作了一天，在菜园整地、拔草、啊，浇水。到晚上时候，有人提醒他，晚了，可以不要做了。他告诉别人，快了，我还有一点点，做完了，我就不做了。那一天晚上就走。啊，真正是古大德所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懂了。向他老人家学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四段，我们看注解，啊，看注解，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即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极不尽。这些经文意思都很深，你要看懂了，你对于净土的信心就坚定了。啊，这说的什么？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往生的这些菩萨众，说不尽的。啊，但说其名，穷极不尽。多少人往生，只能数无量、无边、无数。那也许我们怀疑啊，这么多人去往生，极乐世界能容纳得下吗？啊，记住前面都过，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的身体是法性身，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十法界人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居住的环境也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个相是有生有灭的啊，法性身不生不灭，法性土也没有生灭，而且怎么样，没有边际，这没有大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是真的。你读华严就明白了，法性是遍法界虚空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在哪里？就在当下。什么人能见到？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为什么？见性的人见到法性身，见到法性土。那慧能大师见到了。啊，他也为我们说出来了。啊，用最简单的言语告诉我们法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本自清净啊，永远没有染污。那我们今天染污是，我们是染污是法相啊，法相是生灭，是假的，法相会有染污，法性没有染污，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了，这是真的。那法相呢？刹那生灭。那、啊、生灭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多少次的生命了？320兆。那我们现在时间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7次，可能啊，我能弹到5次、4、5次啊。如果要弹7次呢？320兆乘7，3721，2100兆。一秒钟有2100兆的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看到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生灭，前年灭后年生了啊。但是要知道前面的那个相
跟后面这个相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相续相。啊，那我们看到这一秒钟当中没有跟变更呢，一样的。你要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面很小，看整个地球不一样，看整个太空更不一样了。啊，整个太空就是整个阿赖耶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念念不相同啊！啊，我们自己的本能，眼耳鼻舌身的本能，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把本能的作用啊失掉了，你看给一张纸就想不到，啊，距离远了也看不到了，啊，那么在自性性德里头有见闻觉知。性德，那是本性本来具足的，不生不灭。那我们这种德能，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啊，在鼻叫嗅，在舌叫尝，尝味。这些能力原本都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那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这就证明了水是矿物。他会看，他会听，他会闻香，他懂得人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江本做出几十万次的实验。啊，善的、美好的，他回应给我们，是非常好的水结晶。啊，你用照相机把它照下来，非常美的图案。凡是负面的、不善的，它的结晶很丑陋，很难看。啊，真正证明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人只要有好的念头，有好的行为，健康长寿啊。为什么心？自性是无量寿啊，不生不灭。能跟自性相应，美好的；与自性相违背的，就很丑陋。啊，相违背的，六道三途。啊，能一切顺自性的，在六道里头，人天。在宇宙里头，而极乐世界，
完全随顺心得。那谁知道？菩萨知道。善根深厚的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过去生中学过，接触过。阿赖耶里面有印象，再遇到了生欢喜心。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多。太多了，又受菩提祭品，有这么一段经文。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于这个法门没有听到啊，不知道有这个法门呢。所以说有一亿菩萨，这个一亿不能把它当作数字看。把它当作表法看，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常常宣讲的法门。为什么？法门虽然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行正果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要断习气，烦恼习气很难断呐。那么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也不要断习气，待业往生。菩萨没听说过，哪有待业成就的道理？所以这个法门特殊。遇到这个法门，只要肯信，只要肯发愿，没有一个不成就。许许多多修行成就的人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只要冷静回忆一下，像来佛寺这三种人，这三个人，一句阿弥陀佛，自在往生，例子很多。在中国见到，在外国我也见到。关键真心，真心真难呐。特别是在现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多少人被科学迷了？圣贤的学术产生严重的怀疑。
对佛教的怀疑更严重。那这个事情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过失。他们很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乱世啊，身教衰了，不但没有学的人，讲的人都没有。佛在经上说，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什么是正法？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叫正法。有讲有听有行，没有正果，这叫相法。有讲有听，没有人真干，这叫末法。那么讲的人没有了，听的人没有了。这叫灭法了，法就灭了。末法这个时期，正果的人没有了，但是往生的人有。换一句话说，末法里头有正法，那个正法是什么？净土法门。它是正法。为什么呢？你看，有讲的，有听，有真正信愿持名，有真正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啊，这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我们自己没这功夫加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每个人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化身菩萨都差不多。化身菩萨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所以，念佛法门是末法里面的正法，有讲。有听，有修，有往生，这叫正法。那么确实有许许多多菩萨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对这个法门不能相信。不能相信，那在菩提道上退转的现象就很普遍了。菩提道上退退进进，真的要无量劫才能修到不退转。又如来
不思议境界经云：菩萨了知，明了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得随顺人，或如初地。这是讲有一等的菩萨，他们明白了，明白就是觉悟，了知就是觉悟，真正肯定对这一句话不怀疑，就是诸佛菩萨及一切万法都是心现识别。离开心识，无有一法可得。这一些现象就在现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在当下。所以他得随顺人，继续在修行，或者呢，入初地。入初地是断惑，得随顺人没断惑。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换一句话说，他还有起心动念。虽然起心动念，他在境缘当中，境物质环境，缘人死环境，境界是依宝，人事是正宝，在依正庄严当中，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随顺人呐。要入初地呢，那他就脱离十法界了，他往生在十宝庄严土。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包括习气，统统断尽。还断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真得初地。三十宝庄严土。下面这一句，舍身俗身妙悉世界，极乐净佛土中。为什么极乐世界他见到了？入初地他也舍身。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往生一念之间，只要他真正看清楚、看明白，这个世界好啊，在这个地方修行没有障碍。
啊，那么他一念求生，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弥陀素超云，莲池大师，故知念佛，菩萨之父啊，生于法身，乃至十圣地十宗不离念佛。莲池大师劝我们念佛，那念佛法门好比菩萨之福，菩萨从哪里来的？能生菩萨的是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我们舍弃十法界里头的业报身，我们现在身体的业报，啊，舍业报身到极乐世界就换一个法性身，啊，法性身也叫法身，乃至十地十宗，这华严经上说的啊，地上菩萨全明白了，他们修什么法门？从初地到十地啊，要十宗啊，开始初地，宗是十地，不离念佛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菩萨修行到最高的境界，你看，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所修的法门不同。登地呢，完全相同，通通念阿弥陀佛。如果极乐世界的十宝图不比其他诸佛十宝图殊胜，地上菩萨何必去往生？那这不合乎逻辑。那么话就是，肯定极乐世界的十宝图比一切诸佛十宝图都要殊胜，那些菩萨看到啊，才会起心动念往生极乐世界，这才能讲得通啊！啊，要不然讲不通啊！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何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我们这初发心，自己对自己就很满足了，不想往生。啊，这种人都啊，不是少数啊。啊，许许多多念佛语的人，他不求往生，啊，求什么？来生还在人间，或者来生到天道。
啊，这什么原因？七情五欲放不下了，对自己这个身体放不下，啊，对这边生活环境，他觉得很满足了，不愿意往生，这错了，大错了。啊，往生才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一切圆满具足。不往生，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要无量劫，你才有一次遇到净土中的机会。不是常常能遇到的啊！可见净土法门正切菩萨之境，六道众生很实用啊！菩萨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一个不回过头来修净土啊！他们只要一回头，比我们速度快啊！他回头啊，真心真愿啊，声声佛号与阿弥陀佛都相应啊，确实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看注解。由此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这就是这个法门特殊，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是修因正果啊，不可能是果觉因心。这个法门是用果觉，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的果觉，果觉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确实很少人知道。啊，这很少人不是说别人，通通是净土中念佛的人。你要真正知道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智持名号就死心塌地。啊，生病了找药师佛，有苦难了找观音菩萨。啊，这什么事？这什么状况呢？信心不足啊！啊，还要学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别的法门比这更高，成就比这更快。啊，这不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呢？啊，
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德号。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名号。啊，念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一个都不漏。你想一想这个名号的意思。啊，直接看梵文，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全是无量觉啊！他是一切诸佛通明的啊，总明的。华严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还要去念别的？不需要了。啊，念别的那就不相信。对这个总名就有疑惑了。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除这个之外，不但是一切佛的总号，还是一切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一切经法也在其中。那念这一句佛号，把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跟修行的方法全都念完了，都在这里头。不是假的。念这句佛号，念久了会得定。念佛三昧现前，再继续念下去，不定遇个什么因缘，豁然大悟，开悟。这一开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不需要学的，自信本具无量智慧德能相好，自信本具的啊，一开悟，不但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相好，样样都现前啊，全通了啊。佛法的教学奥秘就在此地啊，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个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个方法就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中国儒释道的教学啊，就以儒来说，这千百年来佛教传到中国，帝王派特使到外国去礼遣，是汉明帝啊，把两位高僧请到中国来了，摩腾诸法兰
啊，这两个都是印度高僧，在新疆那一带弘法。啊，咱们皇帝派去的特使遇到了，把他两位请到中国来。这一年是公元67年。啊，明帝永平10年。啊，公元67年。那么到2067年，满2000年，差不多快到2000年。啊，把佛陀教学的方法、理念带来了。这些东西没有传到西方去，应该是西方人不相信，中国人相信。啊，西方人为什么不相信？西方人没有这个教育，中国有。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心本善。这个本善是什么？本善就是自信。自性本善，一切圆满。你看，具足无量智慧相好等等。啊，那么中国古人教学也是要开发自性。大乘佛法究竟圆满的开发出来。啊，用什么方法？没有定法。啊，《大乘经教》里佛告诉我们，问题是你会不会？啊，会不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指戒定慧三学？只要你会用这三个字，会用。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你会用啊？不会用呢？那佛反过来问：哪一法是佛法？不会用的，没有一法是佛法。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读华严经，读楞严经，学禅、学教、学密，学一辈子不开悟啊，那就不是佛法了。我们的业障重啊。依照佛法方法修，我们开不了悟。啊，我们很幸运遇到净宗，净宗不叫你开悟，叫你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开悟，肯定开悟。啊，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决定开悟。这是个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要求的条件四个字，欧益大师说的：信、愿、持名。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
有无，真有心愿往生条件，你就具足了。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不是说多少。念佛有功夫啊，什么是功夫？能够扶得住烦恼，这叫功夫。啊，也就是说，念佛的时候要专心专意。啊，古人教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功夫。啊，不怀疑，信心坚定。啊，愿心坚定。不夹杂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心里头就这一句佛号。所以佛号从心升起，从口念出，从耳朵再听进去，谢谢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很重要，这叫练功啊。每一天我们离不开生活环境，要在生活环境里练功，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上上者啊，做不到，那就取其下，下什么？不分别，一视同仁啊。再下呢，不执着，你才能做到随缘呢啊。自在随缘，随缘自在啊！啊，不执着了见思烦恼断掉了，有执着记住就是轮回，轮回从哪来？执着来啊，要坚持，要执着，坚固的执着，这轮回心呢？啊，不执着，轮回心没有了，才能超越轮回。啊，头一个不执着，这个肉体生活能放下吗？哪一个人不把身体当作苦？对身体坚固执着，啊，想尽方法来求保健，能保得住吗？你要对佛法稍稍明白一些，你就晓得保不住。为什么？刹那生灭，你怎么保得住它？啊，而且佛给我们说得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海贤老和尚有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启发。他那个时候还没学佛，18岁的时候，得了一个毒疮，腿上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医药，
都没有效。啊，他自己忽然悟到了，这是自己的业障。良药难治冤业病啊！啊，跟他妈妈讲，不要找医生，不要找药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我求他啊，专心念观音菩萨。这个人好啊，老实、听话、正干，他有这个条件。啊，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船自然好了。啊，再也没有发过了。这个今天，量子力学家承认了，以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身体是物质。他听谁的？听念头的。我们念头纯净纯善，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不要向外求啊，向外求不到啊。啊，海贤从这个窗好了之后，知道佛菩萨感应不可思议，完全投靠佛菩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去找人，不向外求，回过头来求佛，一生不生病。那佛菩萨让他表法，生病也是表法。你看别人生病求医，他生病念佛。啊，念佛能念得好，那又何必求医呢？啊，我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一心控物。这一个学术会被全世界的科学家肯定，到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医药太贵了，而且假药太多，不能生病啊。生病不得了啊！啊，用什么方法治？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你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六道凡夫。遇到极难、恐怖，你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决定能得到菩萨帮你解救。你对于释迦牟尼佛有信心，这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海贤18岁，他有信心，一个多月就好了。这一个多月，我们相信他，日夜不停呢，就一声佛号，
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问题真解决了，我们要明白，要搞清楚。幕后这一行由上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啊，这一句要记住，只记四个字，果觉因心，与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他们是修因正果啊，这是用佛的果觉做我们的因性啊，八万法门里头从来没有这个，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为佛与佛方能就近其体用啊，提示理道理，这法门根据什么道理，有什么用处，你要问什么道理啊，有什么用处，只有佛才知道，佛与诸佛他们清楚，也就是说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能完全理解事法无上神妙广深如海，这是用大海来做比喻啊，这个法门深，高深莫测了，妙啊！连菩萨都搞不清楚，广深像海一样啊，广大。深度是目其中者啊，目其中者修学这个法门的人，下根人呢，潜游海滨啊，好像在海水里游泳，下根人在潜水的地方，亦即身在大海，并得海水浴之乐啊，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之乐。若于身穷其底，则为乃上根立志之事啊，要想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啊，那只有上往上立根，他们能办得到啊，好比潜水的啊，潜水工作者深入海底，方能知其深广之无量。故云：专解上根，
旁及种下了。啊，古人种种说法都讲得通啊，圆融无碍啊。啊，上上根人是十方法身大士啊，就是初地以上这些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人在海里的游泳是深入海底的啊，有这个能力啊。初学的人呢，只能在海边，但是都能得到海水浴的乐趣啊，确确实实三根徒背，立顿全熟啊。讲专戒三根，上根怕中下根怀疑啊，所以前面特别给我们说出阿弥陀佛发心建造极乐世界为谁，专门为六道苦难众生啊。为什么六道苦难学任何一个法门不能成就，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啊。说的没错啊，但是彻发地愿那是上上根人的事情啊，不是同居图方便图的人能知道啊，唯独上上根，上上根就是经教里常讲八地以上啊，这叫上上根，上根从初地以上都叫上根啊，上上根八地以上啊，距离佛果非常接近啊，这些人才知道啊。行人、修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能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这是念老的话，念老鼓励我们啊，千万不要把自己小看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面对着无上甚深微妙之法，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也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面对它能稍生信解啊，真正能相信，也能够明了他这一句话，很肯定彼是上根那我们是上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上根了，
啊，不是假的。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一个时代许许多多人反对回籍本，不像这个，我们跟他一比，那我们真的上根了。啊，他们还不相信啊，还不能接受啊，还在怀疑，我们已经接受了。啊，而且在这个里面得到很真正得到法喜，啊，法喜充满。孔子在《论语》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就是法喜，这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从什么？我们所学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生活了，在这样得的法喜啊，那就是念佛念出欢喜出来了。啊，一定要有这个成绩，我们的信心呢，就真的有了。为什么呢？生病不找医生了，生病不需要用药了，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啊，读这部经也行。啊，有同学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还有念二十遍。啊，能念二十遍，我们相信他，他念得很熟，完全能背诵。啊，快速度背诵的话，大概三四十分钟。啊，他一天念二十遍，十个小时。如果没有法喜，他做不到。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法喜充满呐！啊，念上几声就断掉了，老是发愁，怎么也接不上。啊，这话谁说的？不是普通人说的，谭虚老法师说。早年我到香港这边讲经，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老人大概往生两年，我跟他没见过面。那我听他讲经的录音带，里面就很感叹，说事情太多。太烦了。啊，特别是来请教他的人很多，他又不能拒绝。啊，念佛吗？这一串念珠180声佛号了。啊，念不到几句就有人来。就有事情来找他，打闲岔，能念个一串的时候都很不容易。老和尚说实话，那么没有人打闲岔，啊，一天能够念上个10串20串，啊，10串是1000声，啊，100串是10000声。至少一天要念10000声啊，啊，也就是我们这个长的念珠啊，念100串。啊，一心求生净土，
世间什么都不修，决定的生，这样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